这栋房子真好，看起来很恐怖。嗯，哦，嘿，先生，不给糖就捣蛋哦。哇，你真快！现在，手，来吧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来，拿着。我不会给你的，你不会得到的。好的，给你，毕竟是万圣节。手，你拿到什么了吗？哦，太好了，你是个冠军，一如既往。青三，我还要找你多久？什么？我的糖果？青三，我不会就这样不管的。这种行为不像个正常的女孩。如果你再跑掉，你会受到惩罚的。这里面的地方吗？太好了。嗨，我需要一个孩子。我想一个小一点的。你们有哪些孩子？你来对地方了。我们正好有。怎么？星期三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了。你会收养他吗？哦，嘿，天哪！我可不想有这样的父母。她是完美的女儿，我该在哪里签名？耶，宝贝，我们要回家了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我保证你会爱上我们的房子的。讨厌的蟑螂，你是逃不掉的。你要去哪里？该死！哎，拜托，这是收养的地方吗？我们去吧。嗨，我需要一个像这样的孩子。金三，仔细看看，有像这样的吗？不幸的是，我们没孩子了。什么？所有的孩子都被收养了，没有孩子了。这个呢？不，看到上帝的份上，讨厌，这真是个重磅炸弹。我该去哪里找一个活的婴儿？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还没完成呢。今天显然不是我的幸运日。太棒了，一只蟑螂，你在这里，终于被困住了。好巧，好吃。拉小提琴可能会很有趣。哇哦，谢谢你，妈妈。星三，他在这儿。我要一个惊喜给你。他就是这个人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们要绑架他。你在看什么？快来。他们在这儿。好地方。耶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墓地，真的很安静。看，这是一块可爱的墓碑。女士们，我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我是一棵树，你们看不见我。树一开始就在这里吗？好奇怪。哦耶，他们把它吃掉了。我还有一张王牌。飞吧，我的小蛇。你说的对，妈妈，墓地很安全，很平静。蛇，耶，就是这样，把它打死。停下，我求求你，踩它。好了，宝贝，我们回家吧。停下，你们简直就是怪物。我可怜的小手，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，你们这些怪物。飞吧，小鸟。这是零食。妈妈，给我拍张照。好可爱，笑一下。振作起来，跟骷髅击掌。太棒了，我会把它放进我们家的相册里。我来了。我可以看看吗？这张太棒了。哦，哇哦，看，一个哑剧演员。嘿，这儿有窗户吗？咚！哦，他太搞笑了。狮子，来吧。走钢丝表演，太棒了，太有才了。
好棒，小猫咪。嗯，有人想要免费的照片吗？星星，去吧，我要给你拍张和哑剧演员的照片。别踩狮子，茄子，你们两个看起来难道不好看吗？太棒了，再来一次。嗯，什么？星星，你要去哪里？朋友们，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谁绑架了我的女儿，拜托。现在你是我的了，无路可逃。那么接下来呢？你是不是有点害怕？看，我吃了一只虫子，这个怎么样？恐怖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怪异的家伙，你在黑暗的小巷里遇到的人，真的吗？那么这个呢？看看这可爱的眼睛，突突的，恐怖吗？真是个新手，还不害怕？好吧。这滚动的东西是什么？眼睛。这样方便多了哈。你有手机？你这个小混蛋，我知道如何吓死你。为删除 YouTube。不要这样做。我就知道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是阴间大法师，来吧，我知道一个你会喜欢的地方，待在这里，我会准备好的。我正好有一本新王者手册，看，我现在要画一个传送门，我们会去美妙的另一个世界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传送门为我们打开，开始。我画了一扇最完美的门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给我，我能做到。好的，这个有道理。擦掉这个，给我粉笔。现在看起来像一扇门，所以死后世界，给我们开门。走开，敲三下。哇哦，成功了！来吧，我跟在你后面。欢迎来到来世登记处，宝贝，是新来者的队伍。看，那个家伙被鲨鱼吃了。手，是你吗？手，嗨，嗨，你好。嗨，这是队伍，这是你的号码，给你，我们会叫你的名字的。我的出生年份，我的不吉利的数字。送给你，伍德先生，我们的常客。这个地方闻起来很不妙，是他，是魂者，你别插队，闭嘴。哦，嗨，我的爱，这是给我的吗？耶，是礼物，再见。哎，宝贝，来吧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他去哪儿？我们开始工作吗？谁是第233号？呀，下一个。在干什么？肯德基，你开门了吗？请来一桶鸡腿，先生，你的食物。谢谢，你太棒了。真好吃。我想我吃饱了。你有没有见过星期三？我需要一点时间，你需要这本书。祝你好运，我的救世主。好的，我需要一个传送门。好的，我可以画一扇门。嘿，把手坏了。嘿，我怎么开门？敲两下，不，敲三下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哇哦，门打开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这什么地方？真是个奇怪的地方。不喜欢拖鞋，不喜欢拖鞋。哈？下一个是谁？是他，就是那个人。你知道我们在排队。嘿，你好，
星期三在哪儿？什么？那个女孩，星期三她在哪儿？她在那边，在多洛雷斯的办公室。她是谁？现在就带我去找她。我们无法容忍攻击。哎呀，够了！我讨厌蟑螂。想插队？哈，这真是一场噩梦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不会让你插队的。这你的号。好的。现在就去排队。好吧，没有办法了。嘿，朋友们，我和你们一起排。多洛雷斯，发生什么事？是他。啊，看看我发现什么。阴间大法师多洛雷斯。嘿，星期三这里。嗨，闭嘴。别动。好了，没人能挡在我们中间了。谁叫的外卖？给你，你的食物。好可爱，阴间大法师准备好食物。哇哦，我喜欢的美味。晚餐准备好了。呀，快递员，这可真不错。现在我是快递员了。为什么插队？你没有看到我在送货吗？让开！看到我的号码了吗？轮到我了。哦，好的，我只是送快递。嘿，你们总是说同样的话。让送货人进来。快来，亲爱的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。你不想看？一只苍蝇，多么幸运啊！炼狱缺乏纪律。停下！你不能进去，蟑螂！你真是最讨厌的东西。你想毒死我吗？我超喜欢早上闻到毒药的味道，运气真不好。我马上就要抓到你了，苍蝇！闪开，汉斯！放我走！苍蝇拍，谢谢。我没那么容易上当的，你这个插队的家伙。运动鞋，我最可怕的噩梦。走开，虫子，活该。啊不，有只苍蝇。啊哈，抓到你了。天哪，好了，我美味的药水准备好了。宝贝，你准备好尝尝吗？坏主意，太糟糕了。但是你没有选择权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你都要喝。喝吧。对的，是不是很好喝？我叫了肉桂。我怎么了？看看你，好大的脸。放我出去！怎么这么久？我已经在这里很久了，你能快点吗？等一下，再见，朋友。快递，见鬼去吧！下一个，是我，足球运动员维格主义。这我的号码，看，加油，男孩们，你们无敌！这是谁？如果你喜欢足球，就说进球，你可以进去了。你的号码在哪里？啦啦队员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嘿，紧张的姑娘，看看我的手。再见。下一个。这不是我的号码。怎么了？嘿，屏幕坏了。技术支持吗？马上派维修人员过来。你来了，发生什么事？屏幕坏了，快修好。好的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好了？
骗到你了，阴间大法师，惊醒！再见，安全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要救救我的女儿。真好吃，我也饿了。继续，你为什么停下来？哦，关键是要小声点儿。金三，金三，宝贝，妈妈，我会把你救出来的。要胡椒吗，夫人？哦，耶，谢谢你，我很乐意。继续。哦耶。我的头。哦，你这个可怜的东西。金三，我怎么把你救出来？快走，你得逃到山上去。你还逃走了？他在哪里？真的吗？阴间大法师，他为什么在那里？阴间大法师，耶，为你效劳，亲爱的，别再胡闹了。星期三在哪儿？等一下。啊，他在这里，我找到他了。金三，出来，金三，不，你是我的宝贝。不，好的，为我拉小提琴，否则我会吸走你的灵魂。给我吧，我更喜欢这样。好姑娘，拉得更好，玩得开心。哎，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？来吧，跳舞，我喜欢这首曲子。太棒了，怎么了？哦，地狱是最糟糕的，我赢了。太棒了，星期三，太棒了，非常好，我的甜心，妈妈，你把我卖给了女巫。稍等一下，寄给你的，我道歉。好的，我喜欢冰淇淋，祝你好胃口。你知道我可以很善良啊，我觉得不舒服。什么？星期三，我中毒了。情况很紧急，快做点什么。哎，救护车，不要动。哦哦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看看你脸上的表情，血。什么？我们要用这个手指印血。它真的是黑色的吗？就像你的灵魂。好吧，让我看看。那里有什么，医生？我就知道，糖欧弟。不要再吃糖了。我星期一就开始。你的耳朵还能动吗？不要再吃糖了。知道了。好了，我要把它拿走。垃圾，不要吃糖。我会盯着你的。那个医生太刻薄了。外面是什么？嗨，你们这些家伙。哦，星期三，我们是超级粉丝。我要跳舞跳舞跳舞，用我的手手手。哦不，又来了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哦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我有糖果。这是电影里的台词。不，我是说糖果。你带来了什么？失败者，我是你的超级粉丝。等一下，我的女王，我在路上了，我希望星期三会喜欢。你
没有忘记任何人吗？同一层。你不该那么匆忙，我去拿更多的零食。除非我死了。那很容易。再见，菜鸟。再见。嘿。你真快，我要走了。嘿嘿，不要零食。什么？不要？站住，这是被禁止的。你觉得你很特别吗？是的，我喜欢。什么？不许吃零食。我想再也不会了。我的头。星期三我来了。嘿，让开。嘿，那是什么？我有个计划。天哪，你的头发怎么了？小姐，等一下。什么？星期三我来了。至少你试过。把你的脚挪开，你这个白痴。我在天堂吗？这么多糖果。他永远猜不到。几层？完成了。嘿，医生，我把胳膊摔断了，真讨厌。幸运的是，我的电脑上有 X 光软件。重新考虑一下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啊，我们会确保你没事的。针灸怎么样？不，对不起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别再说了。不是我的脸。珍重把心。哈哈。让我。甜的。那么试试另一个。哦，走错了。我只要喝点水就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哦，那是谁？神秘斯小姐。安德森医生。嘿，小姐，我要借用一下。待在这里。我有一个计划。这需要水。你是来找谁的？病人亚当斯。让我看看。一切都按规矩进行。什么？我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十有八九。哇，就是这么快。怎么了？你能告诉我几点了吗？哦，当然。哎呀，我的错。别为我担心，那是你的工作。医生，谁干的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个笨女孩，没事吧？太无聊了，我感觉到了糖果。我可以给自己买花。敲敲敲 ，ASMR。坏人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医生安德森，搜索糖果。你是谁？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我的工作。哦，那是什么？是糖糖果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圈套。这话我以前听过，让我进去。当然可以，请进。糖果过量，他需要尽快找医生。医生在哪？你吗？快来。嘿，等等。手术刀，切口。一切都好吗？是的，我很好。情况怎么样？还给我，他是我的。别担心。麻醉，抓住他。我感觉不太好。阿莫尼亚，嘿，醒醒。我在哪里？我忘了带工具。哈吉，麻醉。阿莫尼亚，不，求你了，真的没必要，我们是专业的。好了，我要改变我的风格。我会变得面目全非。把桶装满。掩盖。去吧。快点快点。哎呦。继续。清理卫生。地板湿了，不要走。是的。退后一步。来吧。请多吃点水果。
着火了。对了，水。谢谢。什么？不是你？哦，别忘了拖把。雨绳。海尔格，那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的拖把，偷东西是不对的。培养皿，糖细菌很神奇。好吧，我来试试。哦，别担心，小姐，我会打扫的。我是雷。我不管你是拉纳德尔雷，继续工作。对不起，打电话给我。在另一种生活中。站住，这是什么？站住。安全了，开始。星期三，看我带了什么。哎呀，到处都是细菌。你不明白，那是糖。不，我很好。哦，别这样。看，那是什么？真讨厌。这个怎么样？好吃。情况变得更糟了。哟，它不见了。太好了。看，我很好，我的四肢失去知觉了。你还好吗？好，等一下。我怎么了？需要看医生吗？不，不要。我试试爬。哎呦，好痛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医生，我有点不对劲，你能帮我吗？让我看看。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你需要解药。谢谢。哦，好多了，你救了我。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。哦，可怜的雷，出口在哪儿？我们怎么瞒过医生吃糖果呢？小姐，成为拯救生命的捐赠者吧。谢谢，我想把星期三留下来。哦，对了，莎拉，星期三看，杏仁糖心形。哇，太棒了。你觉得不错吧？谢谢，你签个名好吗？当然，是我最大的粉丝。谢谢你，星期三，这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。我一时冲动，是时候。医生，捐赠心脏，必须尽快送到，否则会坏掉的。我明白了，医生，有个急症病人需要捐赠器官。真巧。好吧，好吧，护士，来一颗心脏吧。是的，当然，会是什么呢？完成了，我欠你一条命。我和你一样震惊。犯罪不能等。什么？哦，要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再想想。护士，你是说我吗？接招。他根本不会想到来这里看。准备好了。开始吧。啊，我祈祷他能起作用。哎呀，我的腿。哈哈哈，拿着拐杖的废物。哎呦哎呦哎呦。踩刹车。我需要创伤护理。是的，当然。继续走吧。什么？别那么快，美女。我们着火了，火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走开。哈哈，下台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我想可以进来吧。哦，我想我有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一切都好。哎呀，拿着吧。你说的对，你有麻烦了。离我远点。你离我远点。讨厌。我先来的，医生。站住。你能学会规则吗？糖果禁止入内。我们有水果，很健康的。好的，不过要保密。我想他睡着了。OK。我无能为力，我会告诉他。再见。好吧，好吧，再见。再见。走了。好吧，我们快点。搞定了。我要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我死了，下地狱了吗？星期三，我是你的头号粉丝。谁会想到？
给你。这太疯狂了。这是给你的。万分感谢。快点好起来。再见。好了，我们到了。我们要去哪？卡会知道吗？毫无疑问，这是最棒的一天。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？就在大厅那头。谢谢，过来。医生，这特雷西，我们是来进行例行检查的。哦，天哪！他有点害怕，医生。请坐，医生，他非常紧张。不用担心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有丰富的经验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非常感谢，我受够了，这我的机会。对，就是我所说的。特雷西，特雷西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他找不到我，对吧？太棒了，他在哪里？特雷西，点赞。如果你也讨厌医生，请点赞。那有什么？医生，好痛！太糟糕了，我不该停下来的。这什么房间？里面全是垃圾。走开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用我的灌肠剂，不要。别紧张，把灌肠剂放下来。你的白大褂上有什么？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这是番茄酱，看到了吗？我去换一下，我有点邋遢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马上就告诉你。我的名字是阿里克斯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带我去医院检查。我很害怕。太可怕了。于是我就做出了选择，逃跑了。我躲在通风口，一直爬行，最后来到了这个房间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住在这里。振作起来，艾克斯，我懂了。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藏身处进行彻底的改造。我想你是对的。我建议我们需要彻底的清洁来开始新生活。小心。合计已经跑光了。停。谁在这儿？没有人吗？好奇怪。这里是什么？一台电视。朋友们，请在下面写下评论，你想在你的密室里看到什么？是魔术还是什么？你以前从未看见过电视吗？特雷西，你在哪里？我知道。咚咚，有人吗？没有。那儿呢？砰！我的天哪！别再这样对我了。有一个孩子失踪了。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这个女孩。我知道你应该去哪里。到办公室来吧。嗨，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哇啪不嘟吧不哒吧吧。嗨，你好，医生。抱歉，我有点入迷了。我来听你的肺，而不是听音乐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坐下，呼吸，快给我，我很健康。我正在寻找我失踪的妹妹。等一下，别动，我还是得听一下。你在干什么？什么？我很困惑，有喘息声，放轻松。什么？你需要打针？更大的针。长这么大了还怕打针？我的屁股！我
不应该坐下。好吧，我们正在继续认真的工作，刷墙，走开，别挡道。这是超级粉刷匠的工作。沙发，你不会受伤的，你也不会的，特雷西。好的，闪开，专业人士正在工作。过来，小熊。我也有些东西。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艾利克斯，他什么都做不好。更多的，停！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。等等，不要对着我喷！快速刷掉液体，一定要光滑哦。我做到了。哎呀，等等，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忍不住。一定要有彩虹。好的，接入挑战。这什么？好，我给你重新刷一遍。不可能，你不想惹我的。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一场彩虹决斗。我不会让他赢的。哎呀，很好，同事，我们太棒了。硬度强，耶！我们开始工作吧。这儿有很大的创造空间。我有一个主意，看，主题装饰。耶！我们必须跳出框框思考。你从哪里得到的？它更壮观。一定要刷上颜色。好了，我完成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抱歉。过来。是错的，永远不要再这样做了。这不是你拿罐子的方式。我来给你展示，你摇一摇，喷一喷。哇哦，看看。太棒了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。你要去哪里？天哪，好重！哇哦，这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它会派上用场的。天哪，我知道。哎呀！哇哦，我喜欢。我们开始吧。机长，看看这个。我从手术室偷了一辆推车，想要做一下实验吗？哇哦！哎呀，这什么魔法？太棒了！我有个主意。Yes。我们把这些试管里的一些魔法药水放进管子里。很好。嘿，你在做什么？这颜色真美。谢谢。什么？太棒了，我是个天才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们也可以清爽一下。我们做得很好。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我没有。打扰一下，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没有。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没有，抱歉。打扰一下，我的烧伤，放手！你没有看到我浑身都缠着绷带吗？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这是特雷西，我的妹妹。你可以看一下吗？看起来很熟悉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让开！我很抱歉。她会在办公室吗？医生，这个女孩看起来很眼熟吗？她在医院失踪了。你看见过他吗？坐下。不就是找不到他，就
就像他真的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我现在已经不知所措了。天，我知道你需要一个治愈性的按摩，我不需要。记错了，啊！救命！我的脊椎！我的骨头！哦，噪音太疯狂了。